平手的是张文平。哦吼，这是会倒地 ，ankle breaker 吗？洪志胜外线偏，但是被 Thomas 抓下了篮板，再送到简佑哲的手上，哇，来记三分。别巴掌，别巴掌 ，need help, need help。85-0 ，Joseph， 哇，这个一次的一个初赛，而且是中间隔了一年嘛，所以就会针对他这个点去做进攻了。哇，这个空切的战术跑得非常的漂亮啊，是简佑哲跟林峰的配合，对，他常常都是跑在最前面的箭头，对。再转移张文平，地板球送得漂亮，简佑哲三分线拿到球是会对手是会冲出来防守，所以他们很多切入去制造自己队友得分的机会。林志杰全身都是戏，让志杰有三罚机会。我先看一下这球，啊，从后面手放在对方腰部上面，确实就会制造这个吹判的。左边一个右边啊，简佑哲拿球时间晚了一点，再一步再进，单节12分，简佑哲，哦，整个人飞起来了，哇，简佑哲回来了，球给志杰，在张文平面前来一个华丽的360度转身。排练是要打到2号，然后杨敬敏也准备要回来。李志杰一个回马枪，给到完全没有人看守的塞瑟夫，球弹了几下进去了。The field goal。徐总一直喊换防，就在外围，林一峰第一线。两个人夹他，还是找到了传球的一线生机。不过这个哨音我觉得不需要吹啊，让比赛流畅度更好一些啊。晃，也收到了效果。对方的快攻来了，林峰快攻，小不守美国，而且裁判认为是勇士的球权，林峰希望教练能够帮他争取挑战机会。哇，现在 Ryan 教练也在看，李简来看看，裁判认定是勇士球，对，挑战失败，近一点的角度，这个可能要买一杯咖啡请教练了。The game over.